是 Soya。今天呢，我要带给大家非常特别的火锅料理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不只有我，还有两个比较吵一点的人。那我们就欢迎他们出来。特别，但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？火锅。这是我三元 Japan 的 logo。三元。这部片应该很，因为这是三元他们出了一个2000元挑战火锅套组，它就是你买了，然后里面就有火锅辣，然后还有两个汤底，一个是原味，一个是麻辣，然后再来呢，它就会有这些材料，对，就包在里面了。你买这个来送食嘅嘢俾你啊。它里面还会附这个，就是可以玩游戏的哦，游戏哦，为三元设计的游戏。但是呢，因为呢，它的火锅呢是麻辣的，我不要，我今天不吃麻辣，我也不吃。那是吃什么嘞？可乐锅，还有咖啡锅。等一下，我已经拉两天肚子了，我不想再拉。就是可乐一个 OK， 可乐加咖啡是拉肚子组合吗？加咖啡？没有，那个不是可乐加咖啡吧？很浪费时间，就你吃完过后还要喝饮料，很浪费时间啊！不如直接把饮料放去火锅里面，是我先喝，我们这样子喝就好了吧？它这个是鸳鸯锅的啦，我觉得这蛮有质感的，你看，很厚啊！到底要看多久啊？这样子，对啊，哎，可以看到我们自己，你看，哦，喝了锅，先到，我口渴哎，我现在很想喝嘞，我也好想喝哦，我现在有一口。我要喝了一瓶。OK， 我们这个是美式咖啡，但是我会觉得很苦，我们会加牛奶的。好快啊！没有，我觉得会拉死。好，我来了，去吧，小飞蛾，来吧。哎，你要拉花啊？哎，你也可以拉进去啊！高了，高了，你想拉也不要这个。有两个，等一下摸一下那质感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要吃的，去。好，那么我们家的料理呢，就是这个可乐跟这个咖啡的鸳鸯锅啦。可以看到可乐这里开始在冒泡了，我来特写一下给你们看啊。只要没有了我们，它讲得多顺啊！这个节目终于可以顺利一些。你也知道啊，我觉得可乐应该是没有那么难吃的，因为不是有什么可乐鸡翅啊，可乐什么什么料理吗？咖啡就有点。我投咖啡票。我会投可乐。好，那我投可乐。哈，军刚发一个，军刚发一个。那可乐好好感觉哦，不，你看你那个多么冷漠，我觉得他的感觉好像是我快不行了，给我关我，他挣扎的感觉，这个可乐好可怜哦。小朋友在家里千万不要试着做这种东西哈，非常危险的啊。你们肠胃不够，我们三个这么好，千万不要乱做。除非你宿便了一个月。宿便料理。好无聊啊，这两个人。我都烟了，烟出来了，烟出来了。有看到烟吗？很烟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很烟哦。那我们直接先下咖啡了。直接放这里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它会那么快熟吗？哇，哟，我真的很想好好吃一顿肉的。哎，但是我闻到很香哦。哎，可以吃哦，应该。哦，滚得很快。哎，有香味，认真的。我闻到可乐跟咖啡合起来的味道，你嗅，对吗？哦，还有哦，我两个鼻孔，一个是可乐，一个是咖啡，这样同时进。我们尿的时候就是左边这个。哎呦，你很白泪缸。哎呦哎呦，好白呀！哥啊，小官流氓。哇，你看你看这个药啊！你看它变浅了，你整个可乐锅的颜色。哦。然后现在我们是这个咖啡锅，咖啡猪肉。Are you ready? OK， 我要幻想这个是麻酱。好 ，Cheers！ 哇，好咖啡哦，来，三二一，苦苦的。我刚刚是说可乐锅应该会比较好吃，我只有吃到猪肉的味道，你们呢？我知道苦苦猪肉的味道，它是很分明。你一开始吃的时候就是咖啡，就是猪肉了。来个可乐的啊！我觉得可乐可以哦。哇，哎呀，这颜色变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我来加一点汤，你要吗？哦，不用。好奇怪哦，它的味道。你要加一点汤吗，Soya？好。好，我觉得你要喝一口汤。
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好，我先倒个热汤。哦，太歹毒了！你们怎么那么大锅？一大口吃下去，一大口，一二三。Oh my god！ 好吃，甜的肉。我刚刚应该是说没有哪一个比较好吃吧，我都没有讲。哇，这个好熬汤哦，就是蛮好吃的，就甜甜的啊。哎，你要喝一下你的汤吗？它起码可以让那个猪肉的味道先盖过去。你要试一下那个汤吗？你们喝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喝。你要喝完哦。不要啦！他给我超大杯，哇！它反而没那么甜的耶，这个、很甜啊。我觉得像糖水。哇，可乐有点让我意外哦。可以结尾了哈。啊，我们要把这些都吃完。下一个。西兰花。哇，你的菜啊。西兰花香港的。要不要把其他料都加进去，然后我们再直接吃？我吃饱了。我也饱了。我现在是帮你们两个煮的。没有，我帮苏雅煮的。没有，我帮你们两个煮的。没有。我们帮厨师。魔胎黑黑。哎，滚啦滚啦！而且它要合在一起了，他们。哎，很香哎，哎，变香了耶，认真，好香哦，比一开始香哎。等一下，这个好恶哦、喔。What's that？ 哇，好恶哦、喔，这帅吗？那我们在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来玩玩游戏了。刷牙萝卜多，刷牙萝卜。还是我们每个人取一个难记的名字。好啊，那我先想我的。好，斯里兰卡西西巴拉拉，乐高欧比罗。我怎么看的？乐高欧比罗，拉美西巴鲁西。你自己会忘记我？拉美西巴鲁西。西巴鲁西米西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没开始这个游戏，已经滚了。我们讨论完名字之后滚了，可以吃了。还是从现在开始叫大家名字，总是要叫。西巴鲁西，你是叫什么？你一次都忘记我。西里兰卡欧多利西西。斯里兰卡西西巴拉拉。斯里兰卡西西巴拉拉。乐高欧巴拉。欧比多，欧比多。乐高欧贝肉，你先吃。Oh yeah， 西巴鲁西米西，我来试试看。有味道，咖啡味很。可乐很配蟹柳，哎。Really？ 因为蟹柳本来就是甜的，然后可乐也是甜的，就感觉哦 ，so sweet。我这个是那个咖啡的西兰花。嗯，比肉好吃了。真假的？它整个咖啡完全进去我西兰花里面，它就是一波 expression。Espresso， 刚刚讲什么？你搞咩？鱼板，我后悔没来。哇，食错呀，好大种咖啡味。我靠，你看这个，它已经变黄色了。对啊，来 try try。哦，很烫啊，刚刚讲了。哎，这边白色的这个咖啡 VS 可乐，甜的，什么都是甜的。哇哇，红湖哦，就是一杯那个浓缩咖啡啊。很咸，哇，好恶心！要不然就很甜，要不然就很苦。天哪，这就是人生，人生锅。哎，我没有袋子的，我没有袋子，我们试试看，试试看这个浓缩咖啡袋子。哎，袋子好好吃哦，没有苦味，是有鲜味。你不买我喝干，全部买晒哦。啊，那是比较辣椒。是不是已经？那你们两个在那边是，我是完全录不到这个，我一定要跑出来这里才可以。真的不记得？不是在这边，这里。哦。超鲜甜，不是开玩笑，是 try。嗯， try 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一咬下去那个味道，很好喝哎，是不是？都说可乐锅无敌吧？是。一开始我们觉得很蛤蜊，然后到最后觉得都很好吃，哇，有点太意外了哈。Oh my god！ 有没有夸张？有没有夸张啊？提醒。哇，超好吃，超鲜甜的，这真的好吃，而且这可乐有贡献的，把大佬的一起做咩？研发出一个咁好食嘅嘢。大家如果有看到路上有什么可乐锅，这样直接通知我 ，OK？ 告他，告他，告他！哎，我们还没玩游戏，斯里兰卡西西巴拉拉的，斯里兰卡西西巴拉拉炖完，乐高欧北罗炖，我吗？对，乐高欧北罗炖，乐高欧北罗炖，西巴拉西巴拉炖，什么来的？西巴拉西米西炖，西巴拉西米西炖，阿里卡西。我们结束一下，我真的很感动，这研发团队是成功的，希望未来的发展更加好。我们要接着研发更多东西给大家，更多东西。好吧，那我们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帮我按赞、评论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还忘记追踪他们两个的 IG， 还有订阅他们两个的 YouTube。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拜拜。西兰卡西西巴拉拉，那个奥比多。